来吧，我们今天继续哈，跟我们这个很笨的女儿呢，哦，踏上我们的旅程。好，你今天说自己姐姐好不好？啊，不是啊，你自己有人会把船桨放在上面说它停好了吗？你们看过第二集？你们第二集有没有看过第二集？娜娜她在搞什么东西？我叫她赶快把船桨放下去，她给我放在板子上面，说她放了，我放啦，你叫我放下去呀，你没有叫我丢下去呀，有没有？放下去跟丢下去是不是同一件事没有情没有啊？没有，差很多。我就把我手上的东西放下来，跟我把我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再丢下去是很不同的东西，懂吗？哦，是，好，好，好，对那对，我嗯。人家开伺服器了没有？等一下，啊，找到了，是你的头意啊，是我已你。经真的不知道怎么玩啦。我也知道我要勾还要这我个，教哦。我还记得，我还记得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今天我们这一集哈，我们就大致上赶快把我们的周围稍微扩建一下，哦，希望呢，我们在9点1个小时的时间有办法，啊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肚子饿了，我肚子饿了，女儿。女人，我肚子饿了。问题是现在目前没有东西可以吃。我说人家扩完建了。了没啊？我感觉好窄啊。好啦，可是我觉得，我哎，在你不想觉这个得扩吗？建要对怎啊。么弄比较好啊？这周围这样子，我们就没办法踏过去了。你要知道这个东西超麻烦。确定？怎么确定？没有，我是心里自己问自己，确定要这样盖吗？那个材料要求超多的欸，按那个嘞，哦，找到了，没有啊，都没得做啊，我们材料缺乏的严重啊。所以才叫你钓啊！你钓鱼，好不好？我没有钓鱼，我需要木材，现在是没有木材烧食物啦。可是你叫我扩建地板啊，啊，把地板拆掉当木材好不好？不用，这边收就可以了。啊！你看我滑到这边来了啊，啊！少给我啰里七八嗦，跳下去！快掉哦！你跳吧。鲨鱼来了，它要咬了，我有预感它要咬了。干你要小！Oh my god！叉死它快点！来卡了，好了，过来过再来，过10年再修吧。没关系，迟点修没差。那边很多塑料哦，交给我。干！妈的！哦，我可以自己烤东西了。快点！不对，你是把它吃掉，听到吃掉的声音哦。你他妈是不是偷吃？哪、啊、不是偷吃啊？啊靠！腰这没不有能勾怪到，我，为什么不能怪你？因为还是想吃，前面有木桶，这前不面能木怪桶，木桶的物我。资比较因丰为你富啊。泡完之后放上去哟、哦。你说那个啊，水啊，对啊，每次都没放。这是女人的工作不是吗？那你还是不要喝水好了。我可以自己喝啊，我可以自己煮啊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哦，我超强，有了。哇，拿不到，哇，太远。好大桶哦，好好吧，那你大钓不桶到，哦，好烦哦。好爽啊、哦！所以里面有什么啊？木板啊，通通都是木板。好了，我又没有木板了，你木板就这样子用完了，就他一次要2块呢，不然你以为他一次要多少你啊？要不要吃啊？好，我要吃。我已经走路变得很慢了，没有力气了。然后我需要一点水。记得煮过哦，好。所以才是我们需要仙人稻草人这种东西。到仙人掌啊，你要仙人掌啊。我太好，搞我们等一下找一下看有没有仙人掌，好不好？靠北好不好？我啊！们等一下各位观众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仙人不想掌。腻了。仙人掌，好，我们。那表示要仙人掌。我们找仙人掌，好不？
刚好前面也蛮多物资的，加油，交给你了。别看我，别看我，靠腰，哎、欸，鱼肉，干你不知道我现在已经狗眼馋虫了，快！你刚刚什么？啊，什么啦？你刚刚手上有什么？你讲什么啦？你看我手上有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，鬼遮眼啊！这你要不要吃啊？你这个不孝女啊！你要不要吃？好好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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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god！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到了到了，我捡！哇，东西好多啊！把我沉下去了，救我！哦，啊 ，Oh my god！ 先捡吧。帮我打下那些鸟好不好？不用，我掉水里了。那我来。Oh yeah！ 到时候我们这边全部都做那个捕鱼网，捕鱼的那个地板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没事。干嘛又退出去了？是不是？收获，收获。种回去，种回去，种回去。怎么种？手上拿种子。给我吧。吧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中，好了，好了，帮你拿个木板好不好？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啊。好，那来自己点，你拿去吃吧。好，我们要合作无间。好哦。呀，我一直掉这个东西，好吧。捕鱼网在研究台。要从研究台这边做哦，真的假的？哈？我们已经学了、啊，我记得我们捕鱼网已经学了，不是吗？那不用依赖研究台的，不是吗？要放我们木材。捕鱼网要的木板实在是太多了，真的很不适合绕一整圈。但是我觉得慢慢来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捕鱼网要是你数量多，我觉得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吧。就是你躺在那边，隔天睡醒有没有一大堆东西都勾住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很爽？啊，就佛系啊！你是没看过佛系哦？佛系是不是？好。对啊，你不盖，也不吃，也不喝水，也不捞物资啊，物资会自己就上来了。有鸟啊！来这边弄一个。哎呀，六个木板就这样去了。鲨鱼，鲨鱼交给你了。那对对对对对。鲨鱼，太棒了，没有生气。摇屁摇，别他把你的网子摇坏了。干，干我才刚盖而已，他妈的，你别弄那么辛苦就爆了。Oh my gosh！ 我不把你拿来做鱼肉，我才刚盖的捕鱼网哎、欸。给你包我 啊！我要怎么包你？你以为我身上有弓箭是不是？然后就，可是你可以的。我怎么给你拉这条绳子吗？你也是自己游过来吧你。哎呦，这样永远没办法形成周围都是捕鱼网啊！没有啊，你周围都是捕鱼网，为什么不要放一个方向而已啊？为什么放两三个？我觉得这样比较爽啊。不是啊。中间这样子围一个捕鱼网，你不觉得很爽吗？就你这样船开过去，它就会黏住了啊，对不对？你想象你船的周围都放的话，就是你就四个方向嘛，两个方向都放的话，也是会抓到吗？不是吗？是没错啦。哎呦，我现在发现我快渴死了。你的钩子怎么会瞬间移动嘞？什么？我钩子还在我手上呢。没有啊，你的钩子在前面啊。这是怎样？你的钩子现在飘洋大海，飘到前方了。然后你那个绳子砍到你这边，你可以把它拉回来吗？按你的左键好不好？我这边看你的钩子是出去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爹，前面那边有两个箱子。我们后面也有两个箱子，还有一个箱子啊。交给你了，你去，我去。啊？我去好了，反正我比较近。可是我觉得我去我就回不来了哎、欸。那我去好了。好，我去。我拿，回来。现在是两个都抢着要去就对了。我放箱子里面哦。我差点死掉啊！就两个一起跳下去，
结果鲨鱼咬我，然后你没事这样子。干我都比较好吃，等一下，我比较好吃就对了啦。对你比较好吃好不好？你比较好吃真的。鲨鱼。啊，原来我的叉子坏掉了、哦。哎、啊，它死掉了哎、欸。快弄它的肉去擦它、啊。好，压下去哦。好吧哦擦它，拿它的肉啊。这样我们就有鲨鱼肉啊。有没有拿到肉？有。哦，好、啊，它下沉了。笨鲨鱼死了。砸网捕鱼，撒到坑掉了。鲨鱼头可以戴上头吗？真假的？戴上头可以干嘛？让那些鲨鱼害怕我们吗？哎、欸，想戴、啊。让它害怕我们呢、啊？这样吗？哦，别！看白痴！你看这种，你知道？你知道这怎样吗？这个就是在这个漂浮木这个板子上面呢，待太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，你知道吗？疯了！通常我们的处理方式呢？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给宰来吃，好，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救了。衣服掉进那边。哦。好了，可以，快点专心，我们快要没有东西了。你知道你知道到时候影片剪一剪，我要标什么吗？标吗？原来是找木板游戏啊。他奶的，什么都要木板。按、啊、你木板的攻击量可不可以多一点？光是维修、煮东西也要木板啊！天哪、啊！你用顺风而飘吧。不要，我要前面那个，我不管，我要前面那个。我就是任性。啊，好，可以了。他什么都要木板啊！烤东西也要木板哦。你烤东西要木板啊、欸、我有13个木板，我怎么那么多？你看看你13个木板，你到底是想怎样？我要打你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我也是突然看到我13个木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。你不要再解释，你不要再解释，不要再解释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有13个木板啊！我就突然看一下我的快捷键，我现在有15个嘞，好爽啊！感情。我好多木板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绳子啊？为什么你要逆风啊？啊，不会自己，不是啊，你这个风向不是往这边吹吗？然后呢？那、啊、往这边吹是这样子吧？啊，对啊。你刚刚转错边了。没有啊，还不是你转的吗？不是我转的、啊。是吗？不要在那边，你刚刚有转在那边装不知道哦。没有啊，你要跟我们？你各位观众，我看到转错吗？我看应该没转错吧？是我转错吗？我们的娜娜呢？毛不会丢就算了，中间的帆还乱传，增加游戏的难度。我等一下就真的增加游戏难度给你看，我跟你说。